在中古时期，世界的东西方之间有着频繁的文化交流。中国隋朝皇帝隋炀帝在位时，他的大臣裴矩在甘肃的张掖主持东西方之间的贸易，并向西域诸国的商人表达了中国对他们的欢迎态度。609年，隋炀帝巡视中国西部，来到张掖附近的胭脂山。裴矩安排吐鲁番的高昌国国王、哈密的伊吾国国王及西域其他27国国使前来谒见隋炀帝。在隋朝的这些商人和文化使者之后，又有哪些人继承了这一伟大事业，努力发展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这些交流的规模是什么样的？又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隋炀帝为了与西方建立联系，派一使者，出使克什米尔，在那里他们获得了玛瑙贝等。后来使团到阿富汗，阿富汗王室城获得了佛经，他们接着往北走，到十国，也就是说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的夏尔塞布斯城。在那边就是获得了就是十位舞女和狮子皮等珍稀宝物。607年，隋朝官员常俊等人乘大船航海，抵达位于马来半岛南端的赤土国。赤土国王派遣由30艘大船组成的仪仗队欢迎他们。迎宾仪仗吹锣号、击节鼓，以取悦大隋使节。他们还向隋使进献金锁链，当作长俊所乘大船的缆绳。过了一个月，才抵达赤土国的都城。《隋书》记，赤土国王子叫纳协嘉，他代表国王会见了长俊一行。3年之后，这位赤土国王子纳协嘉随同长俊来到中国的首都，隋炀帝召见了他。В начале 15 века чиновник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двора династии Мин Чэньчэнь совершил несколько визитов в государство, расположенное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нынешнего Узбекистана. Он написал путевые заметки в двух частях: Сиюй Синчэцзи и Сиюй Пагоджи. В первой подробное описание увиденного путешественников на пути из Китая в западный регион, в частности географии и природные условия местности, социальный и бытовой уклад местного населения, а во второй части описание мест, находящихся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нынешнего Южного Синьцзяня, а также важных городов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В своих трудах Чанчэнь большое внимание уделил городам, которые ныне находятся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Узбекистана. В частности, Самарканд, являвшийся важным политическим центром династии Тимуридов, в записках Чэньчэня служит отправной точкой при описании других городов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到了唐代，中国对外交通盛况空前。贾丹曾主管各国来华朝贡。他在职期间曾画了一张海内华夷图，还写了2本书，
记述了七条通往各国的道路，其中陆路五条，海路两条。佛教是在中国的汉代传入中国，那么在南北朝的时候，就是产生于伊朗的拜火教，或者叫索罗亚斯德教，就传到中国。再往后呢，就是摩尼教，或者叫光明教。再以后呢，就是亚洲西部的一种基督教派，叫涅斯托里。这咱们唐朝呢，叫大秦景教。于盛唐时期又传到了长安城。在公元651年，阿拉伯帝国的使节来拜见唐高宗李治，宣讲他们的伊斯兰教，这样的伊斯兰教又传到了中国。唐代，中国人开始接触聂斯托利派基督教。该教的创立者叫聂斯托利，他是拜占庭皇帝的总督，约于451年去世。此人曾担任过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教，后被斥为基督教的异端而遭受迫害。他的信众逃往波斯，并建立了独立教会。聂斯托利教遂流行于西亚两河流域及中亚地区。По великому шелковому пути двигались не только торговые караваны, по нему распространялись культурные достижения народов, духовные ценности, религиозные идеи. На смену древнему зороастрийскому культу,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ному в древности в Хорезме, Согдиане и Бактрии, пришел буддизм.ставший главной религией могущественного Кушанского царства и отсюда распространившийся до Китая. В первые века нашей эры из Малой Азии проникло христианство. В VII веке в Центральную Азию пришел ислам. Тан Дай 初期，其信徒来到中国，在国都长安建造教堂，宣传宗教。中国人当时称之为景教。唐代人杜环在他写的书《经行记》中称之为大秦法。公元7世纪，景教传入中国以后，在长安城立了块石碑，叫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此碑于明代，即1625年出土，现今立于西安碑林。碑文系汉字郑恺书写，碑下两侧有古叙利亚文题名。这个碑石就记录了在这个基督教的一支啊，叫聂斯托里教派后来传到中国的情况，啊，在唐代贞观9年，景教僧啊，其实也是一个传教士了啊，他来到长安来传教，受到唐太宗李世民啊，是这样下令啊，宰相房玄龄亲自到城外去迎接，后来这个景教就在长安城里头啊传教吧，建了很多的这个寺院啊。那时候就是说，法流十道，寺满百城。像我们这个碑能看到，它上面是有基督教的标志啊，上面有十字架。其实它这个碑里面有很多的和中国的结合。它这个碑本身这个形制啊，和中国古代的碑刻都是一样，下面是龟座，上面是螭龙啊，这样子。
他把僧其实这个传教士啊，他们也改称为僧啊，是他们的教会和教堂，他们也称为寺啊，所以说这个也很明显的是也反映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情况。据《大秦景教碑》的记载可知，景教在中国传播迅速，很多州县都建立了景教寺。751年。唐朝镇守西域的军事长官高仙芝屡因失误，在中亚的达罗斯遭遇攻击，上万的中国官兵成了阿拉伯军队的俘虏，杜环身列其中。他们被编入阿拉伯帝国的呼罗珊军团中，随着军队的调动，杜环来到阿拉伯世界。这支部队呢，以后呢就被调派到新的首都巴格达，又被调到突尼斯去镇压了一次叫阿非利加省的一次政治叛乱，都取得了胜利。所以他在这个帮着这个阿拉伯帝国阿巴斯王朝早期的统一安定起到了作用。同时呢，他们把中国的文化带到了那里，其中呢有中国的造纸术，先传到了撒马尔罕，又传到了巴格达，大约都在公元761年左右。同时呢，还把这个中国的纺织丝绸的机械带到了巴格达城。所以就是杜环以及他的同伴，在这个阿拉伯这个大食国这个建立的初期啊，这个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传播了中国的一些文化。《经行记》在讲述大食国时写道：“巴格达市面有中国纺织高级丝绸的织机，有中国的金银匠、画匠、泥瓦匠及纺织工匠。随着他们的到来，中国的造纸术也被带到了巴格达。同时，中国开始大量出口陶瓷器，主销日本、朝鲜、南洋诸国及阿拉伯世界，航海贸易兴盛起来，国际间形成了一条陶瓷之路。9世纪的阿拉伯著作《中国印度见闻录》曾讲到，中国有精美的瓷器，瓷碗晶莹剔透，似玻璃杯一般，隔着碗可以看到里面的水。在日本、文莱、马来半岛、印度、伊拉克、埃及以及坦桑尼亚，均有中国唐代陶瓷外销的遗址遗物。外国物品的传入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方面。当时从陆海两路入华的商货与贡品极多，其中在唐太宗时，拜占庭罗马帝国向中国进献了10种彩色玻璃。唐天宝三载即744年左右，唐代大诗人李白有诗作献给唐玄宗的宠妃杨玉环。杨玉环得意非常，他手持七宝玻璃杯，
一边品着杯中的西凉州葡萄酒，一边唱和着李白的诗作。西方国家的名优玻璃器进入了中国皇宫内院，这足以表明中古时期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是十分广泛和频繁的。唐代是日本古代社会发展极为重要的时期，当时日本朝野上下如饥似渴地学习唐朝优秀的中国文化，从而使日本跃居先进民族国家之行列。唐代中国有不少使节、僧侣、商人与工匠往赴日本，对中日两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做出了不朽的贡献。其中最脍炙人口、最令人钦佩的是鉴真和尚。鉴真出生于688年，于763年逝世，扬州人，曾在长安、洛阳学习佛学7年，后回故乡主持龙兴寺、大明寺，是远近驰名的受戒大师。人们争先恐后地前来聆听他传授教义，其受戒的门人达4万余人。日本国的学问僧荣瑞普照于742年10月来到扬州，请求鉴真将佛教传到日本去。他们讲，在日本虽然有佛经，但没有讲解佛经、阐述佛学的人，深望大师您能东游日本，弘扬佛法。鉴真则表示，为了弘扬佛法，我何惜身家性命。于是他带领祥彦、道兴等21人一同前往日本。从743年起，鉴真一行人为东渡日本进行了前后10年的艰苦努力，期间数次东渡都失败了，但是他们从未放弃。753年12月20日，日本遣唐使及鉴真一行终于到达了日本。754年2月1日，鉴真被迎接到奈良，被引入东大寺安置，受到天皇差遣的大官和僧徒们的隆重欢迎。不久，太上皇圣武天皇为鉴真颁布了一道诏书，诏曰：大德和尚远涉重洋，来访我国，深合我意，令我欣喜无限。从今往后，凡受戒讲经之事，完全由大和尚主持。紧接着又发敕令，授予鉴真一个传灯大法师尊位。鉴真东渡至此宣告成功。到了宋朝，经济重心南移，江南的河湖港湾便于外贸航运，中国的手工业很发达，宋朝的手工业分工细、门类多，包括矿冶、纺织、制瓷、造纸、印刷、造船、兵器及火器，产品的质量佳、数量大。宋朝政府重视海洋贸易及世博之力，并获得了巨额利润。
北宋宋英宗治平年间，即1063年至1067年，市舶收入每年63万贯，是大宋王朝的重要来源。到了南宋宋高宗时期，即1127年至1162年间，市舶收入竟达到200万贯，超过北宋最高额的2倍还多。因此，政府十分重视海外贸易。罗盘及指南针在宋代已广泛地应用于航海，使中国的船舶畅行于中国南海与印度洋上。以后，这种技术传给了阿拉伯人，从而大大地促进了国际航海贸易。在宋朝，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商品仍然是丝绸与瓷器。当时制瓷业十分发达，瓷器在外销产品中占据主位。宋瓷的制造技术极高，享有盛誉的是青瓷。据说，郑州地区的柴窑于五代末期即能烧制出清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的精美瓷器。赵汝阔是当时泉州港的长官，他在《朱藩志》一书中介绍道，当时大量购买中国瓷器的国家有10几个，其中南洋群岛是主要的集散地。早期呢，就是在15世纪、16世纪，葡萄牙人在那儿有些经营，那个做了一些东西方之间的这个香料的生意。以后到了17世纪，这个荷兰人又占领了那儿的市场，这个贸易量是比较大的。这个中国的不光是香料，而且包括中国的丝绸、瓷器，都随着这个荷兰的东印度公司输到这个欧洲。另外呢，就是中国呢的很多劳工呢，也从中国的本土来到了东南亚，就是参加了这个对这个印度洋沿岸的一些岛国的。的香料的生产和这个运输贸易。以后呢，这个欧洲的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个是靠这些香料贸易所得的利润，得到了很多的这个积累，所以得到了很多的很丰厚的利润。宋朝政府十分重视对外贸易，宋太祖在广州建立了一个特殊的机构，称市舶司。古书记载，广州的藩房是外国人聚居的地方，安排一个外国人当藩房的长官，由他掌管藩房的公务，专门负责招揽外商。此外，福建的泉州位于闽南，是一个天然良港。1087年10月6日，中国的宋朝政府在杂货山积的泉州设立市舶司。外商聚居在泉州城南一带。阿拉伯人入华驻华，并逐渐华化。由于文化和宗教的交流，伊斯兰教开始在中国境内传播。
随着众多的阿拉伯商人的到来，伊斯兰教对沿海的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产生过较大的影响。明朝永乐初年，郑和奉命率领一支庞大的舰队，携带了大量的钱财出使西洋。郑和与同伴于六月出发，率领由62艘大船组成的舰队及士卒27800人。先到达越南，又访问了各国，向所到各国宣读了中国皇帝朱棣的诏书。1433年，郑和从中国的南海出发，横越印度洋，抵达红海与非洲东岸。郑和下西洋的航程之远，历时之久，船舶之多，吨位之大，船员之重，其组织之严密，技术之先进，影响之深远，均属当时世界航海史上的空前之壮举。郑和的阿拉伯语翻译《马欢》写有《银牙盛满》一书，书中讲到，当时波斯金币和意大利金币都在阿拉伯半岛流通。中国的陶瓷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郑和一行人已经接触了世界贸易的网络，他们同早期欧洲的商业资本擦肩而过。